为什么要买灯呢？因为我们想要祈愿一下，各位观众，究竟平白星可不可以顺利抽出我们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呢？各位眼睛不要眨，孙悟空来了哦！带上我的金箍，成为我的徒弟吧！九把流光点彩灯，齐天大圣来现身。小伙，要不先别交出去吧。荒唐，我们十年西行不就是为了这刻吗？孙悟空，你是永恒之火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，一定不能将我交出去。天界早被暗魂渗透，西行取火就是天界的阴谋，他们想夺取我的力量，主宰一切。坚持住，你真的惹怒我了。轮回斗气，大好帅。云层上有什么东西，我得上去看看，你保护好小雨，我马上回来。白狼，小雨，快走！不，我可是天女龙王的女儿，绝不退缩。天女，收儿，他再走，不要再回来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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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好正哦！我这次看起来好凶啊，连那胡须跟眉毛还会飘哎，这其实应该是蛮强的，对不对？还有如来哎，如来太帅了吧！白骨公主、三藏、孙悟空，三眼神将抽到哎，天女兽的龙魂、大鲤，玩到十级必定抽出强力的 S 级英雄哎，牛小妹，直接说，各位观众，牛小妹，呜噜呜噜 ，Q， 谢谢各位。哇，正啊！英雄礼包哦，60连抽哎，买一包大发的，谢谢各位。我就知道打电话了啊，郭先生吗？可以慢慢帮我开通信用卡吗？我那个好像装太多了。没关系，到十二点就好了。哎，可以快一点吗？因为我现在在用。哎，对，这麻烦，七姐要讲着、哦。我现在没在开台啊，我私底下在玩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我们台面上跟私底下都一样狂。OK， 好了，那就尽快好不好？再麻烦你。哎呀，我们的开播跟下播啊，都是一样狂的啊。各位观众，哦啦，哦喽。谢谢各位，各位准备好了吗？虽然说我们现在没有开台，可是你们一样可以在留言刷一波气哦。各位观众，究竟平白星可不可以顺利抽出我们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呢？呜啦呜噜 光，金光，紫光。好多光哦，真的吗？天降侍女，哎，看错白狼，是谁？等一下，应该不是，这是 AA 级而已。哇，再来，各位观众，啊啦啊啦，金光，这是谁？我知道他是谁了，没错，就是他 ，KOS 级天宇兽龙魂。你以为只有一只吗？各位观众，我啦，阿啦，好，没事，再来。各位观众，究竟平白星可不可以顺利抽到我们的紧箍孙悟空呢？哦啦哦啦！我要唐三藏，
其实我是要收孙悟空师傅三藏啊 ，OK 了哦，没问题了哦，有三藏还怕没有悟空吗？对啦，师傅比较厉害啊，真香！超大唐三藏，我觉得三藏应该蛮强的，三藏先把它靠上去升级，等级最大级哦。魂力觉醒是干嘛的？哦，再抽到一只三藏，他魂力可以觉醒。八戒上场，嘎嘎嘎嘎嘎嘎嘎，出发大招，九齿钉耙。哎，变身变很帅的猪哎，我操！什么是很帅的猪？你们知道吗？就还是猪。成局。哦，原来是组合技是这样玩的，我看懂了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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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帅！549%回馈，买一个就好了。无老无鲁 Q 英雄祈愿灯，为什么要买灯呢？因为我们想要祈愿一下各位观众，孙悟空紧箍咒，各位观众，无老无鲁。九宝莲华出莲灯，齐天大圣来现。再次，还差20次，这波把处理起来，人家感觉是不舒服嘞。刚刚就这个对不对？140块，处起来，可以了吧 ？OK 了吧？来啦！各位观众，我们的齐天大圣孙空空要来啦，来一个紧箍咒。OK， 各位观众，安怎你没有保底啦？安怎？来呀，给嘛没关系呀，来呀。小波，好啦，最好叫孙空啊。各位眼睛不要眨，孙空要来了哦。看我们的紧箍咒，我这次一定要好好的箍住他。紧箍。带上我的金箍，成为我的徒弟吧！九宝莲花点彩灯，齐天大圣来现场。谢谢各位。6, 6, 6, 7，孙大圣来也！8, 8, 8, 8, 8, 8, 8, 9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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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
上我个人玩玩的感受上是还蛮爽的哦。如果你真的不会玩，其实乱按他招式也都会出来啊。那他的故事剧情呢，还蛮特别的。我们原本是要去西天取经嘛，结果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是西天取经是一场阴谋。那我个人推荐的角色一定是悟空啊，因为悟空玩起来还蛮爽的。那其他角色也都不错，像八戒玩起来也蛮好玩的。你看，像我现在在出这些招式，我基本上哦，可以说是随便乱按啊。随便乱按就可以有这么多 combo， 但是你接得好的话 ，combo 数会比较漂亮一点。有没有？像这个，像我现在认真接的话 ，combo 就比较漂亮。但是可以转角色出来帮忙，我觉得这也蛮不错的。好，那现在官方已经在预约下载了，如果想玩的话，可以去预约下载。这一次影片的介绍就到这边，好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右下角按订阅，喜欢订阅旁边再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百姓第一手的打人消息。我们下次来见。拜拜。